铜陵市周潭镇位于长江北岸，河湖密布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。地方名菜染乌鱼最早就从这里流传开来，把乌鱼切成薄片，采用酿的烹饪方法，包裹住剁碎的猪肉，烧熟后鲜嫩可口，极具特色。这边就是丘陵地带，后面有山，前面就是长江啊，这边就是湖泊很多的。昂乌鱼是我们丁香的一个特色菜，是宴席中必上的一道菜。我们叫昂乌鱼，其实普通话应该叫酿乌鱼。乌鱼就是黑鱼，最好是野生的乌鱼。我们便盛产乌鱼，野生乌鱼多。鱼要讲究野生的，现杀现搞，切得越薄它越好，然后就是肉馅调得越嫩越好。肉是要三分肥的，七分瘦的。肉馅一般呢都是加点葱姜水啊，还有胡椒粉，加点蛋清，最后把它拌匀拌好，里面必须带点基本味。包的时候就是把鱼皮那边炒上以后抹上雪淀粉，雪淀粉稍微厚一点，肉包进去啊不容易脱掉。做菜上面就酿的一种手法吧，包的时候尽量把那肉末包得饱满一点，包的时候要好看美观。片好的乌鱼片薄如蝉翼，皮肉相连，然后把肉末铺在鱼片上，紧紧卷起，形似一枚枚鱼肉春卷，然后放入锅中烧熟。锅烧热，把它煎一下，煎成微黄色。香油进出来了，有那个香油味，猪油进出来了，滑嫩白。葱末、蒜末，再加点黄酒，放点水，把那个乌鱼啊，正好慢过，把它慢慢烧。这个味道它讲究的是原汁原味，很鲜美的。鱼的鲜味和那个肉的鲜味相融合在一起。收干子的时候，差不多可以起锅，里面不离芡。铜陵沿江菜的饮食风味，在这道染乌鱼上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讲究刀工，注意形色，以鲜取胜。白肉的鲜美和红肉的丰润组合在一起，更是鲜上加鲜。另外一道清溜乌鱼片，木耳脆爽，乌鱼弹牙，山野趣和湖鲜味相得益彰，更添风雅。